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次来看一看我们收到的从空间站传回的独家视频，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他们出舱活动的一些最新的画面。现在看到的画面依然是全景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哈，能够从画面的右上角的远端，看到航天员的活动。是在，但是二位专家应该能认出来，这好像是往下平是吧？它是在进行攀爬的过程中。对，然后左边是这个机械臂在移动，转移航天员。对，左边能看到柴志刚的腿部啊。对。他们现在应该是另外一个视角，对，这是全景 C 看到的视角，刚才是全景 A。他们应该是要转移到这个作业点上。对，左下方可能感觉到这个机械臂在缓缓的有一个动作，对，在移动。这个机械臂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也是设置了三个中间点，要这个绕这个舱体转这个大概半圈左右这样一个。它是在中间点会停留吗？对，是停留。它会要绕开这个，包括神舟十三号，机械臂已运动至中间点二，即将运动至中间点三，完毕。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现在是王亚平，在这个自行的爬行到这个作业点。天河报告，在这个过程中，申请发送大臂运动至中间点三，指令序列完毕。柴志刚是通过机械臂然后转移到作业点。刚才就是要发送这个转移到中间点三这个指令。指令哈，到中间点三呢，就是比较接近这个作业点了哈。等于其实把整个的过程哈分成了好几个步骤啊。对。但是对于王亚平来说，只有一步，就是慢慢的攀爬过去。对。其实他这个攀爬和咱们地面可能还不太一样。咱们地面可能短短的，刚才看大概10米左右的距离，很快啊，走走停停都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舱外穿这个服装，尤其是失重状态下，我们是首先是要求，刚才说了，它是身体上至少有一个这个安全系绳，要和舱壁要连接的。所以说它在攀爬的过程中，不断的要倒腾这两个挂钩往前进。第二块呢，就是因为失重状态，它是飘离的。我们尽量的是要求他那边攀爬的尽量的缓慢，如果是他一块的话，就相当于他是有这个一个惯量，很难就是能够停下来啊，对，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啊，所以说所有的这种动作，包括移动，包括操作，是要求航天员尽量的慢啊，越慢可能对他的身体的这种姿态的稳定啊，这个越好啊。对，在太空当中那个微重力环境下，就他一个动作启动，可能会比在地面上会容易一点哈。但是启动了以后，它有的那个力以后，它的那个速度比较难以停下来。是的，对，这个给它阻力是很困难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是在可能在我们地面，尤其做这个水下模拟的时候的一个难点？这个必须得是航天员他们在空间当中哈，对，空间站中才能够体会到的。对，等一会儿可能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一会儿进行一个典型动作测试。典型动作测试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这个是只有在失重状态下才能知道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运动特性或者动力学特性就我们之前连线当中啊，我们的记者春潇提到的这个太空广播体操啊，其实准确说应该是太空广播体操的慢动作。正确。再做。再做。明白。就是王亚平和翟志刚之间的交流哈啊。北京 ZTC 四五栋已发出，天河。天河明白。对。再转几个，这挂钩不太好取，不好取啊。对。完了，你继续往这边走。那么横着移动也行。这应该是王亚平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对。嗯。明白。有一些小问题，然后不光是柴志刚，包括舱内的叶光富也在及时的进行对相关的一些支持和提醒。对。因为这个过程就是刚刚江主任提到的，他对航天员的体能的要求其实也非常大。对啊，你像每次我们在地面水下做完训练以后对于航天员的这个体力的这种负荷这个提出了很大的这种要求。每一次做完五六个小时的这种训练基本上整个的服装内部全湿了，湿透了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刚刚听到王亚平的那个
很高兴的声音哈，看到你了，马上就要到达这个作业点了。对，就像舱外的一个蜘蛛侠一样啊，对，这个攀附在舱壁上，缓慢的从这个舱门口到这个作业点。好了，到十四，我掉180吧。对，你头对，得避开这个连接器什么的。哎，刚才王亚平说了一个比较关键点，这个就是、他说到十四、他说的是 H 十四，就是我们那个作业点旁边那个扶手的编号。哦，嗯，两个扶手真空。每一个扶手都是有编号，都有编号的。嗯，这样的话，动量就可以按照这个编号这个路径啊，完成这个舱外的这种攀爬和移动。嗯，动量已到达作业点，完毕。嗯，曙光明白。啊，北京机械臂运动至悬挂装置安装前作业点指令发出，机械臂运动。哦，所以这个过程是王亚平先通过攀爬到达作业点。对，展志刚呢是通过机械臂先到了这个作业点一个比较临近的位置，就是中间点三这个中间点三。对，哎对，然后等这个王亚平到位之后，他最后再转移到这个操作这个悬挂装置的这个作业点。嗯，他也是给这个王亚平爬行留下这个空间。对，我觉得也是空间的考量哈。嗯，你看他刚到的时候，王亚平这个身体转了一个角度，对，然后保持那个作业的角度。对，他说他要转个180是吧。嗯，所以说在出舱的这种程序设计和位置设计的时候，嗯，考虑的特别的细致，特别的全面啊。出舱作业的航天员真的也是最美劳动者哈，你看这画面都特别美，下方是柔性太阳翼的闪闪的橙色的光芒哈，对，背后是非常静谧的蓝色星球。现在是动量到这个作业点，在这个地方静静的等待着，然后动要到位呢。对，感觉这个机械臂移动的也比较缓慢。对，它在最后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它这个速度就比较低。哦，对，哎，这个时候机械臂它是地面在操控的还是机械臂已运动至悬挂装置作业点？这个还是开始安装悬挂装置，完毕。哦，最后那一步动还是地面动？还是地面。对，但到了之后呢？可以让这个舱内的航天员进行微调。嗯嗯，咱们现在看到了，到一个作业点以后，这个咱们动腰就是翟志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操作的这种位置，比如说哎离得太近了，想远一点，就可以指挥舱内的航天员完成这个细节的这种位置的这种调整。嗯。